天网恢恢，越想毁尸灭迹，反而留低更多痕迹。冇图冇片冇真相，抽丝剥茧，始终逃唔过一双法眼。为生者谋权，为逝者代言，死亡真相无所遁形。一对男女在公园渔劫，纠缠期间，男方被贼人的刀插伤，但竟然不肯去医院，回到家中陷入昏迷，送院不治。但警方在公园入面找极都找不到任何打斗痕迹，反而在他们家找到空气和血迹，最后警方锁定了凶手就是女方。原来死者是一个恐怖情人，控制着女方的一举一动，更加要挟要杀死他的仔，不肯被女方分手。就在案发当晚，他们再起争执，女方决定拎起把刀，亲手结束这段孽缘。刀可以说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，家随手都找到几把出来。有些人就用来切生果、削皮、去骨、切肉，不同刀有不同的用途，但偏偏有些人就用来杀人。根据资料，刀伤就是高居香港这个他杀成因的榜首，要讨论的 case 一定很多。要讨论更专业的事一定要请到马法医。马医生大家好。你好，欢迎你再次。想问一下，一般这些刀伤的 case， 你们法医处理程序又有没有不同呢？会检查些什么呢？伤口在刀伤的个案呢就特别有帮助的。在现场我们已经会特别去留意，看可不可以话到给警方听，去找些什么凶器。我知道呢，这单 case 就是你处理的。是。有没有什么特别事？因为我觉得是有些特别你才会带上来跟我们分享。其实这单案件呢本身就不特别。唯一特别呢就当时我做的解剖。咁度緊佢嘅傷口有幾深啦，咁講咗俾現場嗰個警察聽，跟住佢話：醫生啊，可唔可以再度多一次？咁度完我又係啱啦，又再度多一次啦。咁點解要質疑？質疑你把尺。係啦，後屘我先知道原來佢哋喺現場揾到啲刀係短咗一半咁多。哦，短咗一半，嗯。即係當把刀係個傷口15cm， 咁佢把刀係得7-8cm 咁樣。咁佢咁啊真離奇咗啲喎！咁佢又肯定係嗰把刀啊？有血跡嘛？嚇！嗱，我覺得啦，死者咧嗰個致命傷口喺肝臟嗰度，就食16cm， 係因為佢劈咗兩刀。咁跟住佢就插插，跟住就啱啱好就係16cm 咁樣咯。乜嘢啊？即係8+8等於10。唔係啊，而家講緊係個深度啊嘛。係咩？你係咩？長度啊，30cm 都得啦，你要拉落去。喂，仲同唔同佢傾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哋主持人咁講。嗱，咁你推測咧？我覺得佢除咗插咗刀之後咧，佢會再扭動。或者去喐動，或者嗰個受害者係掙扎，令到個傷口似撕裂咗，有冇呢個可能性咧？你扭咪肥咗啫，唔會。咁你嘅器官可以轉動嘅時候，再撕裂到個肌肉啊？唔會咁深，我覺得你就係8cm 啊嘛，插入去。咁你插曬8cm 啦，咁刀柄嗰啲噶嘛，仲有咁佢又再激烈起嚟，我又拱埋啲，但係。即係你啲手又舉多少少入去，咁樣10cm 都應該做到啫，唔係咁咩？邊個啱？嗱，少少啱，少少啱，少少啱，我完全唔啱。呢個咧，呢個不與之平。嗱，我想大家諗下，係你平時你如果大力呼吸，個肚皮會點樣樣咧？你如果好大力呼吸，個肚皮縮入去，所以個肚皮已經喐噶啦。咁如果你哦，我知啦，即係一放鬆，佢個皮就出翻嚟。係，所以你淨係呢樣嘢已經有幾個 cm 噶啦。第二樣嘢要知嘅咧，就係個肝臟係喺你嘅雲隔膜底下。
所以你亦都呼吸或者放出嚟嗰陣時，個肝係喐嘅，變成你本來八 cm 呢邊多三個 cm， 呢邊多四五個 cm， 咁咪已經可以變成十六個 cm 啦。哦，好多普遍啲人就認為個肚逼啦，咁點解會有咁多位可以喐動嘅？其實個肚有啲虛位就係啲肥膏啦，咁如果你唔係好肥就未必有肥膏啦。頭先都提過啦，呼吸啦，個肚皮上落都有咁多，入邊啲內臟係會喐嘅，即係唔係所有嘢係梗位嘅。我想問常唔常見咧呢一種，即係個空氣嗰個傷口嗰啲長度啊，或者同個空氣唔吻合，要視乎喺身體嘅位置。係，譬如個胸，因為你嘅肋骨就梗咗位就唔常見嘅，喺手啊、腳啊，因為啲全部肌肉嚟嘅，係咁多就咁多啦，係啦，所以係腹部先常見。咁睇嗰個傷口嗰個形狀咧，會唔會估到佢用咩空氣去行空嘅咧？會你起碼可以睇到佢有幾闊啦，邊邊係尖啊或者脷啦。咁有陣時嘅形狀特別古怪啲，就要諗下會係有咩古怪嘅空氣啦。但係點解咁容易人體係會留低嗰啲空氣嘅痕跡？嗱，我哋就諗住做個測驗，我哋用一啲泥膠，揾咗幾種唔同嘅空氣試一試，出嚟會有咩效果？泥膠我哋攞嚟做實驗得唔得咧？得得啊，你啊，你咁中意吉，我試下啦。嗱，咁首先呢度有餐刀啦，餐刀係嗱，有鉸剪啦，係。同埋呢個螺絲批嘅，咁首先我就試下用餐刀先啦。好啊，喂，哇，哇，咁呢一個傷口俾大家望下。咁樣算係咩啊？大家睇咧，你見到頂嗰度咧，嗰、那個所謂傷口啦，係闊啲嘅。底呢度咧就尖嘅。係。咁你頭先你睇欣欣插嗰陣時咧，就去脷嗰邊係向下噶嘛？係係喎。咁咪吻合咯。咦，咁即係真實，如果人體嘅話，都係類似情況。有陣時我哋可以度到嘅咩咧？喺皮膚嗰度就咁闊啦，入面插到個肝臟，原來肝臟嗰度就有咗嘅喎。係。咁你咪可以推到，哦，呢把刀唔係全部咁厚嘅，嚟到呢邊係變咗形狀。變咗形。哦。但係如果個傷口可唔可以計到嗰把刀幾多 cm 咧？嗱，而家又係咧，我哋度呢度幾多 cm？ 嗯。是不是 exactly 一模一樣？頭先你睇就阿欣欣係直落，直落就如果你度翻呢度咧，就會好吻合嘅。不過要記住咧，可以係斜嘅，所以有機會呢個傷口咧係闊過呢把刀。不過咧你就要記住嘅咧就係，如果呢個係譬如一 cm， 我係度呢度咧就一定唔會係多過一 cm， 一定要有過呢、這個闊就得，即係呢個傷口闊過八度就得，因為要視乎你扯，因為冇理由會有過去嘅。係啦，嗱，試完餐刀我即刻試另一種空氣啦。好，膠剪打開啊！多數點樣吉而家先啦。好啊，就咁吉先。喂，喂，嬲啲好喎、啊。吉多一次就擘開少少，始終你想殺人喎、啊，小心啊！係啦，哇，頭先。合埋兩邊嘅邊邊嗰度，根本冇一邊係好 sharp 嘅。不過係吻合嘅，把舊剪合埋咗，其實兩邊都唔理啊嘛。嗯，咪係一味尖插入去啫。尖嘅。調轉呢度咧，抹開咗咧，你見到啦，好似兩個三角形對住嘅。尖嗰邊咪就係抹開咗嚟嗰個舊剪嚟呢邊咯。嗯。咁呢邊就唔嚟咯。所以咪兩個三個嘅。如果我哋喺身上見到一對對嘅，雖然佢隔嘅距離未必係一樣，係，不過一對對嘅咧就會估係鉸剪，因為好難話攞一把咁嘅刀吉呢邊一下，擰轉下吉第邊一下，或者有冇人用雙刀啊？可能啊，少啲少啲啦，呢樣嘢就即係唔常見啦。而家我哋睇埋呢個。螺絲批究竟會點？喂，哇，係啦，終於聽到嗰個撞落去嗰個聲啦！螺絲批嘅難處咧，就而家大家見到八個窿，變成咧插得咁深咧，你就分辨唔到噶啦。但係唔係喎，馬法醫佢個傷口隔離有啲咧坑紋咁樣咧，其實都係螺絲批嗰啲。
凹嘅位嚟。喺呢個牙膠見到，喺人體嘅皮係見唔到嘅。咁嗱，如果你要見到嗰個螺絲批嘅尖呢撅咧，係要好淺嘅。有時你唔止吉一次嘅話咧，你吉好多次。有時好淺嗰啲你咪見到，即係嗰個十字批嗰個十字，因為係呢個位啫嘛，一過咗呢個位就係全部係呢個。哦，即係所以就算佢係十字批、一字批、咩批都好，入咗去就係得個窿，就係得翻呢個。咁你叫我估，我會估哦，螺絲批，甚至乎去燒烤用嗰啲叉喺一邊，燒烤叉。咁我想問另一個問題，咁有啲咩係唔常見嘅空氣咧？即係可能呢啲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啦。咁我聽嗰啲係你估都估唔到嘅，然後發現好。使乜聽過？即係個預告咁多，我哋就要聽啫。你預告有冇咧？有時咧譬如咧少見嘅喺香港咧，就你去潛水用嗰支蛇魚嗰支槍嚇，咁嗰支槍咧有時佢嘅嘴咧就三角形嘅，咁就變成個傷口三角形。不過坦白講，好多樣嘢可以做空氣，你令到我諗起咧。啊！即係啲武俠小説以前好多古古怪怪啲流星錘，啊、你有冇做過流星錘啊？嗰啲咧變成就，除非我哋真係真實見到嘅傷係點樣樣，如果唔係都好難對。唔知係咪？唔知會打完出嚟係點樣樣？即係就算傷口嘅深度啊，同呢一單 case 嘅空氣咧。看似不吻合，但係最後咧都經過法醫的證實咧，成功令到呢單案嘅兇手咧判咗罪嘅。咁下一 part 翻嚟咧，我哋再傾下啲失血嘅問題。